睇吓后，啊挨冚咗个拉风材，啊挨竟然五十三岁咯，啊挨从细咧都一屁股都好有问题嘅，细细到大咧都见后流鼻水啊，好敏感嘅，哦，咁睇啲就看医生看好多摆，医生讲用鼻敏感，啊气管唔好，哦，所以讲长期都要好敏感咪用啦，哦，唔啲肉挨食，哦，咁易都易唔好。所以讲，好睇问题嘅影响系睇都见啦，睇岁数，哦，都好麻烦啦。挨吃好多方法，哦，医生打针要五滴，食人剂要辛苦，唔知道哦。哦，我哋要批评嘅，要批评人嘅，要敏感嘅，系冇？这样就不是有害，系嘛？好唔舒服嘛，见到去啊物件嘛，要带啲口罩，讲要麻烦啊。咁后我拉住朋友啊。佢知道一種產品，喊做大個 Milk King， 客家話喊做葫蘆王，哦，佢個中藥方面有幫助嘅。佢一種水中係用嘅咩粉，哦，有咩一啲乜嘅拉拉人仔嘅，誒，然後先過只妹頭嘅，拉鹽都得，哦，即條鹽落去，鹽有幫助也還先，誒，條鏈嘅。甚至咧，對人氣管先好有幫助嘅，所以我聽緊啲人講，誒咩黐啊阿子哦，有咩叫產品嚟？對人本身有熱啊嘛，誒啊人家後牛牛皮子，誒屁股又敏感，誒咩夏天我黐阿子咯，呵，啊，所以我都同家啲兄弟拉來買來黐阿子，啊飲落去覺得嘿唔錯哦，啊飲咗兩隻禮拜過後。我都覺得真係好有幫助哦！我啲屁股越嚟越酸喺度，跳起越嚟越酸，還石喺度，哦，有冇肿？有冇眼敏感喺度？有冇眼就不是後痛風喺度？哦，危嘅啫，講好唔該嘅就產品，誒唔該我拉住朋友介紹俾我哋用嘅就產品。